姐，你看这给你买的我看好不好？价钱也便宜，穿也合适，也穿也显身材好看。哎，怪不得你今天都说你眼头高，人家还没到结心上，也没这一张狠。爷爷爷爷，你看我脸，爷爷人家姊妹脸，长松长。哎，姐你看，我俩人家整天站到一块，是是你跟人家的关系这不咱咋会好的呢？我人家都懂。小慧姐，小慧姐，我倒钱去。一万块钱我等下有急用，好好没问题，咱俩谁谁嘛，我说一万两万姐都给你倒了，行行行，给你转给你转转账，我手机有闲钱，刚好有闲钱给你。行，姐那你走两块转，不完了就先过来等着你啊，这不得过个了，对对对，哦哦行，那就要过去，就是呀，别多放了，这年轻人还是要过去，这年轻有点叫钱款还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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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年纪不要脸，叫钱款还钱还钱，这年纪不要脸。